花式跳绳除了可以自己跳，又可以同人一起跳，或者十几个人一起跳。2010年，我哋去英国参加世界跳绳锦标赛，赢到有个冠军翻嚟啦。去到英国，识到好多唔同嘅人，同埋睇到佢哋当地嘅文化系同香港系有好大嘅唔同咯。其实我初初跳绳嘅时候，每一次表演都好紧张，记住要每一拍要做啲咩啊。后尾表演得多了，就开始熟习，好 enjoy 成个过程咯。好中意呢班队啊，因为佢哋真系好玩得。一个人跳太闷了，无论你成功了很开心，或者失败很不开心，都没人同你分享。但有一班队友的话，就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开心和不开心咯。